哎，台湾的朋友玩呢，哎，想问你们一下哦，你们看我的影片的时候，在 YouTube 有没有看见有广告？因为我刚刚发现，原来他们在我的影片中播放广告。因为其实我你没有很多人看，我就不想要广告。我等一下，我明天我会找一下，应该可以限定就不出现广告就比较好，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要看我。如果要看广告，就没有人会看这个频道哎，channel 了，对吗？就我刚刚按我的影片，诶，看见诶，为什么会有广告？然后就。我明天就找一下，看看怎么把那个广告取消，对吗？哎，晚安哦，祝你们都平安喜乐，拜拜喽。